包包里来，什么我以前就从羊毛带着的哈，弄这个洗不得洗的。等等嘞，老娘要回家喽，回家过年喽，跟老娘拜拜，跟老娘拜拜，来，给自己拜拜，试试看会不会，舍不舍得老娘啊？来，自己拜了，拜拜。哎呦呦，怎么贵妃跟老娘会拜拜了？跟老娘交会了，舍不得朵朵吧？去不去，朵朵？哎呦，抱抱。好，过几天带你上老娘家送礼哈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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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孙悟空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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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你老娘怎么变成小猴子啦？朵朵，你看，ABCDEFG， 爱上 JKLMZ。O P Q R S T U V W X Y Z。我小时候阿妈教我唱，你看，然后我长大了又开始教我的女儿唱了。哎呦，来，来，小朵朵，谁来了？朵朵，你看，爸爸来了。爸爸来了。爸爸来了，嗯，妈。啊？今天就要回去吧？今天就回去。妈，这两个真的谢谢你把朵朵照顾得这么好。然后。这家人还有说下、啊？嗯，妈，来。能帮小孩子分担那个，觉得挺。妈，把工资给妈。来，把工资给你了。啊，不要工资，要什么工资啊？妈，真的，这两个没有你的话，就是你也知道，我妈她身体不好，又要做家务，又要带孩子，肯定忙不过来。再加上我和小乔呢，工作也很忙，幸亏你妈了，就是心意，就是心。妈，其实这不是钱，是一份心意，妈。你心意我领了，哎，还不行。妈，来，这是一份心意，你，哎，辛苦。而且妈，真的就是我。如果说找外人的话我也能找，但是呢真的没有外婆给朵朵的那种爱，嗯，而且朵朵现在照顾得这么好，妈谢谢你，不敢谢，真好，谢谢，我能看我自己看自己小孩自己心里开心。闺女吧，乐子也罢哈，那你过得好好，你开心我都开心，是不是哈？对呀，妈妈的爱永远都是最无私的。希望小孩过得好就好啊，那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比什么都重要。嗯，老妈最近可心疼盼盼了，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呢，盼盼一个人还在工作室加班，老妈呢就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过去，让盼盼抓紧休息赶紧睡觉。盼盼嫌烦的话是不是？妈，我说真话，我一点都不烦，反而我就感觉这是一种母爱的这种感觉，就关心着自己，因为可能是妈知道我前段时间体检指标不是特别好，就是、嗯、真的就是我内心感受到妈对我的这种关心疼爱这种感觉。是的，嗯，这个不要你妈、哎、妈拿着，真的拿着，这两个你真的辛苦了，妈听我的，听我的哈，嗯，好，哎，朵朵都说外婆你收着吧，等朵朵工作了以后就可以买东西给外婆吃了，买糖给外婆吃哦、嗯、给外婆填填嘴填填心记忆不牢，今天从你开始，给我家的担心，给我家担心的。在包包里来，什么我以前就从羊毛带着的哈，弄这个洗不得，洗不得，对吧？洗得走，我也洗得走，这不就过年了吗？这还洗不得？就是行，进入办公室来哈，行啊，来哦，再一个，再来多少给你撵的，哎，这真的处成了亲姐妹了，是的，亲姐妹就没有。谁没有兄弟了吗？啊，老天呐，老爸，我们走了哈，老妈走了，我也没有什么隔离哈。啊，慢点，慢点，别管哈。等一下，不冷吗？不冷，老弟。啊。老弟，你多穿点哦，别冻着了。哎，呀，一还一股毒哟！回家给我亲戚办个照的，叫亲戚办个照的啊！好的，带到。
你答应他明天来啊，哈，行啊，啊好，你娘再做。我真活得来，对，两人脾气都是不计较的啊。你姊妹也就看看哈，真好哎，你看。他不介意，我也不介意。性格特别好的。走了。